今日是 Waterquan 来到韩国的第一日，因为头两日他都有 jet lag 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安排很多节目给他。我们现在都是在家附近啊，还有燕南洞这里玩。哎呀，好大风啊，真的他是左摇右摆的，但是这样我們今天要玩一個遊戲，就是我之前在《新西遊記》玩的三國武遊戲。我今天要試一下究竟這個遊戲是否真的那麼難玩。那個遊戲的玩法呢，就是將這個帽剪了一個很小的，落個窿望出來的視野是這樣。我們稍後就會這樣戴著這頂，不是一面得啊！我們現在首先試一次是沒有戴帽的情況下是這樣拋啦，是啦。那我們試一下這個距離呢，戴了帽玩會怎樣？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你用心去感受啦。看個球都看不到。我看到個球，拋啊，我用力一點啊。見不見到啊？去了哪？你拋了嗎？你未拋，你拋，我見到個波，你拋。喂，有你拋啊，係得個波啊。你垂直拋俾我試下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拋。哇，夾到啊！我拋俾你啊。見唔見到個波？見到啊。哇，你咁快嘅個波。嚟一次，嚟一次。而家呢個 test 唔好除帽，冇揾翻個波翻嚟。你呢個波喺邊啊？我都明，我都明啊！俾俾揾得齊，喺邊啊？喺你手上面，我見到。嚟啊嚟！見到個波啊！見到見到。只差一点点，即可以再会面。可惜偏偏刚刚。等先，我见到个波啊！等先啊。跟住而家呢个 task 就用呢一个窿带住嚟揾翻一样嘢，揾块叶啊，帮你。我摆咗地下嗰块叶，你揾翻嗰块叶啊。咁簡單嘅，點解？你攞三塊噶，原來好好。啱啦，揾到啦。我哋而家剪大少少个窿，抛一次波。我哋试咗好多次，就系成功接咗一次啫，好难嘅原来。안녕，大家好，我是金玲啊。我而家咧喺 DMC， 跟住我都话每日落嚟咧都会有拍摄。今日系星期日，我哋头先同呢个 Water 框落嚟嘅时候咧，后面有人拍紧 drama。嗱，而家大家望下呢个情景咧，啲人系 hold 住嘅，因为佢哋拍 drama 咧要扮老人家。你呢个人系咪做紧老人家？而家咧呢位人兄就嚟出现喺韩剧入面啦，因为你 hold 住咗喺度。关浩德话我哋而家要做一做路人甲之后，就问佢哋攞饭盒食啊。跟住有个人瞓着咗啊！
人喺度 freeze 咗啊！佢话要做一个踢波嘅路人，嚟啊！嚟咗韩国咁耐，我终于可以有一次喺韩剧出现啦，系机会啦！啱啱 action 咗啦，啲人开始行，跟住之后佢话个个都系揿手机。剛才我呢就衝即係好自然咁樣去咗拍攝嗰度啦，然之後呢我就諗住近啲睇個藝人係邊個嘅時候，我望過隔離呢有啲人本身係影緊相嘅，跟住見到我之後就縮返咗手機，佢哋以為我係工作人員，因為我係完全係企咗喺個工作人員群入面，佢哋都冇人阻止。跟住我見到嗰個男仔呢應該係兩天一夜入面其中一個主持。哇，我超级开心啊！头先咧见到有个男人喺度玩紧一个我好想买嘅嘢，点知原来嗰个男人咧系之前 Voice 嗰个男主角。哇，好劲啊！剛才呢我們下午玩了一個三角舞遊戲，在公園的時候看不到那個欄杆，然後我撞了過去，我的頭現在這裡紅了，驚痛很大力地砰一聲撞了，所以我現在這裡紅了，我覺得有點腦震盪，我覺得我應該呢蠢了，我智商應該降低了一點。同意，贊成，同意，很反對。好啦，收線，拜拜。那些群眾演員在後面 set 的位置，我就自己設定自己一個位置，他們走的時候我就走，那我就可以在這個韓劇裡面有一個小角色演出，這個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來的。快點吧，